麻辣萝卜干。先把鸭头吃了，但是等会掉了。三辣椒掉下来，现在虫草花炒鸡蛋很好吃。又掉了。
麻辣萝卜干下粥。今天吃了四川的麻辣萝卜干，嘎嘣脆的。很香的，就越嚼越香。姐妹们，我吃的这一款四川的麻辣萝卜干哈，它有香辣口味和麻辣口味的，现在有活动哈，拍两罐的话送一罐，到手三罐。喜欢吃萝卜干的姐妹们哈，你们可以试一试哈，用它来配粥啊，配米饭，配面条夹馒头都很好吃哈，嘎嘣脆的，很开胃。喜欢吃萝卜干的哈，你们一定要试试，这个四川萝卜干真的很好吃。